超厉害的话，当然是日本最好喽。但是你确定吗？过海关都要等很久呢。对 ，exactly， 只有这一点，我觉得台湾很厉害。因为呢，我跟你讲哈，像那个，因为我是那个九州男人，九州男孩。在啦，在啦。九州比较向下，福冈，对，包括福冈也是，就是没有那个直通的那个海关那个，就是因为像台湾呢、啊，用那个居留证还有护照，哔哔哔哔就可以进去。说快速通关。对，是是，我觉得那个好方便哦。我们第一次去孟都那边，我们要过那个海关，少雪跟他过得很顺，然后到那边说，你来这边干嘛？我说我来这边做一个。你被问是合理的。那个海关想问，我们都想问。对啊，他们想他干嘛？我说工作啊。没有。他说你住哪里？因为那时候我们去拍他的那个节目啊。你们有申请工作签证吗？真的白痴吗？你难怪，如果我海关还不让你去耶。工作证的话，就是当然是需要费用嘛。刚好他来这边就是参加我的节目的时候，就是有金的参加，只是那个没有费用，所以就是没什么问题，而且是投资在台湾嘛，所以就是工作证就是没有关系。但是他一讲工作，他当然他们会看那个 working visa， 哎，很紧张哎。对呀，对啊，你是什么样的 idea？ 你没有申请工作，你就是猪一般的队友，真的还好没被扣下来。